原标题雕 TFBOYS 张艺兴欧阳娜娜小亮 Q 神雕侠侣徐克的古装武侠电影神雕侠侣雕饰主角拟定雷佳音来演李莫愁启用男艺人出演不少小鲜肉来接触这个角色说是这个角色会很讨喜刘昊然也接触了里面的角色筹备的差不多了暂定五月下旬开机 Q TFBOYS 加盟春晚他们的一首歌《青春修炼手册》备案，要打算拍成电视剧了。但这部剧主演请不到三小只的 Q 张艺兴、欧阳娜娜。张艺兴、欧阳娜娜一起上吐槽大会，纷纷上了热搜，但是没有捆绑场。大家都说不应该了。自从张艺兴加盟一心娱乐和一心旗下艺人互动活动会增加不假，欧阳娜娜和张艺兴一期上了吐槽大会，还安排了他参加极客电音的录制。虽然欧阳娜娜现在主业是上学，但是她的时尚资源 Log 有策划一直不断。张艺兴会代言 Akik 小廖某一个小鲜肉当初缺爱玩，但是对朋友不错。他有一个发小，其实私下卖他以前的物料给粉丝，估计他也不知道。啧，朋友啊，他这是一出其他公司的高层开始整顿自己手下艺人了，有女友的必须分手，找粉头买物料，查历史限定组合各家公司早就蠢蠢欲动了。